三年多的事情了，那现在的结束好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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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中文讲的比你还差哦，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不讲中文，都是讲台语啊。那是几月啊？十一月还是？十月份哦。这时候他叫我来说一句话，可是我是很紧张，没有说我很高兴的是在那好，谢谢。因为我想说很多，可是我很紧张的，那我说出来，你妈妈听得懂？很怪的，因为我说不出来，我很紧张，我说要说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要说。挂了，你去买过吗？没有。